家好，我是蓝妹。今天这位老板拖了五头牛，现在我们自己的车帮他送到长沙柳阳那边去。来看一下，哎，现在打开这个门看一下，这个牛有没有被绑着？哎，还挺宽松，还行。没，我用手给毛巾那个面子，没，等。好，可以关起来，老板。好，你给的。好，我们用这外景，我把这钱买牛过喽。没，可以关起来了。现在去冲水产区开票。在我们镇上那边应该好开一点。那肯定。那边没有牛市嘛，所以比较难开，只能到县城来开了哈。这是县城吗？这就是县城，这就是稻城县城。那正常呢，我开的那个是镇上。啊。等到的是用于镇上。是乡里，镇上还没到。我们那也不是镇上。不是，那只是乡里，我们属于是强力铺镇嘛。在河里没的，河里了哈。好，现在票已经开好了，准备出发。啊，搞到你牛皮上放在纸板里面吹一下，搅一下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太麻烦了，是吧？放在这里面。你这钥匙手指。嗯，可以放在那里。放在那里。你这个车子可以充电吗？这个啊。不行。我没有大机头。还有一个那个。那我回家吧，兄弟。你也绑住安全带吧。好的。现在准备出发了。慢了，放那个东西。哎，慢点。越是在镇上越好，卡票一点。你去湖北那年你不卡票的？不卡票。啊？不卡。你胆子很大，会到，但你胆子很大。呵呵呵，来到。是不是直接上高速啊？到。现在是不是直接上高速？走，新手是走到人手上了。